奋力投出，让打者挥了个大空棒。歌手王力宏穿上222号球衣开球，再看一次投球动作，右脚抬得高高，大跨步投出去。他其实有野茂力宏的称号，力宏，然后222，因为很多人叫我二哥嘛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我的绰号。很多年没有投球，所以现在心情很开心呐。王力宏跟球员一一击掌，神情看似淡定，但其实他担心表现不佳，早在2天前就到球场特训训练手感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曾经是棒球，就是我们的校队的投手，但是后来我们的音乐老师说，你要选择打棒球或者选择音乐，因为不能两个都兼顾。其实王力宏小时候就爱打棒球，不但是队中当家左投，还是盗垒王。这次富邦找这位大咖歌手来开球，就是要为中职开幕战打响第一炮。劲歌热舞，扭腰摆臀，女孩们换上紧身衣热裤，舞蹈跳得有模有样，但他们可不是职业啦啦队，而是自家的银行行员。这个我们大概练2个星期，就是很临时的召集我们来练，那练的时间就是每天比较长这样子。拍拍拍，人龙绵延超过50公尺，一路排到内野席尽头，办张会员卡得花2小时。商品区球迷们更是大包小包，球迷热情，球团荷包跟着入账。从去年10月之后总冠军之后，其实我们一直蛮期待球赛的开始，对啊。然后其实今天开幕战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非常期待。然后今天热身赛的时候，我们是台北的球迷，但是我们有去台中观看比赛这样。再次穿上球衣，陈清峰以副领队身份重新回到球场。富邦这次还延揽了中华队总教练郭泰源担任球队顾问，展现企图心，新球季为中职注入另一股心血。记者郑仁忠、谢云林、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